原中乡送来各小伫暑假期间举办活动营活动，小朋友用四天的时间，将绘本的内容用演戏方式来表演出来，并伫东势乡外白社区活动中心举办成果展，并将活动营的成果甲长辈做伙分享。除了精彩的表演，现场老师嘛甲长辈以及小朋友玩游戏，气氛是热闹滚滚。原中乡山内国小伫暑假举办活动营活动，规划小朋友用四天的时间，将绘本用演戏的方式来表演出来，而且表演道具甲台词拢是家己想家己做的。安排伫东势厝外白社区活动中心举办成果展，将活动营的成果甲长辈做伙来分享。那因为近年来呢，我们山内国小呢都有跟教育部或是教育处呢申请一些经费呢来办理阅读营，这一两年来呢都是以绘本的方式呢，那再结合表演。那学生呢，在短短的四五天当中，必须要阅读绘本，了解绘本的意义，并从中呢去选取，利用这个机会呢，跟一些长辈呢进行互动，啊，也让小朋友了解说，我们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呢，这些阿公阿嬷呢，他们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多的智慧哈，可以跟我们小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小朋友带来讲故事的表演，不只是台上的表演，也跟长辈来互动。将小朋友这四天所准备的表演来展现给长辈看。好算啦，我唔捌看到这款，唔捌参加囡仔斗阵啦。啊，看伊在跳，是不是新鲜啊？注意注意啊，对，表演袂歹啊，活泼啦。感觉真热烈，真好啦。来，小朋友。嘿，真热烈，好。嘿，啊，你讲算个摸摸床，摸摸床啦，好算好算，好。这妹妹真搞搞，对对的开话。除了带来小朋友精彩绘本讲故事的节目，现场小朋友也跟阿公阿妈做伙来耍游戏。透过耍游戏，增加小朋友甲长辈互动，也让小朋友了解高龄化社会情形，以及老大人陪伴的重要。是来跟阿公阿妈玩游戏、看绘本，因为要懂得跟阿公阿妈怎么相处。暑假的时间也可以用来利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这里跟老奶奶阅读玩游戏，因为玩游戏可以大家一起玩，一起开开心心的。因为来这里觉得蛮有趣的，下次希望可以再来。这个活动让学生跟长辈快乐耍游戏，也展现出小朋友的创意和天真，充满欢喜的笑容，相信在长辈跟学生的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记者陈贵主场报道。